来了。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冈山秀泰，那这边呢两台，这里是七弹的，然后这边有一弹的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吧。很久没打了，这个假日几乎没打，不是台风完之后人特多，人真的很多。我们去每一个地方啊，几乎都很快就草喷，然后先前辈，我们才刚排而已，然后第二场呢又直接交换，两只超梦，一只超梦 Y， 一只超梦 S， 反正呢我就是刚好是明灯啊，来了。选择想捕捉的宝可梦吧。喂，哇，右边有那个两只哎，卡布爹爹，哎，那是奇奇吧？对啊，奇奇啊，卡布奇奇，奇奇跟裂空，我们先挑战个六场看怎样。六场局势如果很好，那就继续打。什么叫局势好呢？就是如果有刚好捕获的话，对，我们就多打四场，这样可以吧，大家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宝可梦吧。裂空座，哇，都没有哎，只出了一只四星尤赫西，比较强大的宝可梦是它了。那我们要来派出我们的宝可梦了，一样哦，带出我们的最强超级球，超级会捕获的球，确定呢？汤可丁，如果你有支援宝可梦券，我们一定要用一下，一样来搜寻我们的 Pokemon 搞嘞。这边右上角这里，我们拍的这两只呢，平常是比较不会有人带出来的宝可梦啊。甲贺龙的先知攻击啊，飞水手里剑，他刚攻击是按到多少啊？不知道会不会很痛哎，对我们造成了极小的伤害。三十五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哎，对，这边右边有点坏掉了。还不错，如果以什么 W 招、力招都没有的话，打这样，噔。哦呦，有磕到就是不一样哎，这伤害直接把他们灌满了。如果我们抓到这只游客去把它抓下来啊，因为这一只呢，我们在前一弹呢也没有捕获到很多。这颗精灵球真的是打击了我的蠢蠢的心啊！啊！有没有第二场？有没有第二场？有没有第二场？哎，有嘞！啊啊！假贺道修不？有趣。啊，因为我们有冲系的，可以磕到两只，打得比较快，然后右边也是磕到他们的，所以我愿捕捉这两只四星甲贺送给大家。如果有捕捉到的话，希望我们这边可以防御一下，因为啊不，他们拿到五而已，所以这一季应该攻击到我们不会太高啊。还好还好还好，但是下一轮又是甲贺，因为他们两个速度特快，我们一定要势必按个防御有。然后对方又按到五，这样子我们应该是可以活下来了。最帅甲贺龙蛙，哎呦，哎呦，太帅了吧！蓝昙花，糟糕，我感觉我们闪不过。即便我们按到闪率提升，但是他们这个攻命中，又来一次，疯狂出来。重点有一个地方哦，就是他刚支援宝可梦券使用出来之后呢，对方的宝可梦被攻击到是没有往前的哦。哇，来不及了 ，Go！ 是超级球，我们要带超级好运、超级会捕捉、超级会顶住的球。啊？交换机会。Let's go！ 四星，他换你刚刚是甲贺龙王，甲贺刀熊。刚刚我们在那边打半天，然后现在突然就交换来了，哦，裂空，又是你，怎么都是甲贺龙王，甲贺龙王，甲贺龙王，唱得很好，下次别唱了，裂。他的名字不吉利，应该说裂开了。我们的第四场了，这感觉卡扑爹爹都没出现给我们打一次，
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？考不起奇，考不起奇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个石大王，救急艺术。来了，我们的救急异动、救急异兽二师大王 ，Go， 一个，顶住，好喊别人的顶住都会顶住，喊自己的顶住顶不住。那你要我们的小弥陀 QQ， 救急球，不要打开，哎。怎么是你？啊！出现了！哦！把摇摆球向前推。啊！大家，刚我们这一位仁兄呢，他出现的大土呢是没有五星的，然后我就说，通常呢会捕获五星的宝可梦的时候呢，都是在没有大土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想说后面看一下好了，结果他就先交换出裂空座，然后又马上手推了一颗，手推他给电脑，哦、他给电脑推。大师球，我预判了你的预判。好啦，我们最后两场，那只卡布奇奇呢？还在？从来没出现过。我们打五场，包含刚刚那一场是第六场，究竟会不会出现那一只从来未出现的宝可梦呢？您是不是该出来了？马，可以了，有四星，放飞龙，耶！你看没捕获五星也是蛮开心的，人生就是要如此，不能说一定要捕获什么，就是放轻松玩就好了。得失心太重会很难玩了。内出血，内重伤。我内。哦。终于来了。终于来了。我想说您是不是不想出现了、啊？我看一下哦，这边因为他有妖精属性啊，哦，有了，就是你，找半天，我们终于找到了，好像有刻到吧？妖精，哎，他妖精加水，你帮我查看看卡布奇奇有没有被钢琴喝到，不知道有没有被这个水抵消掉？哎，这个卡布奇奇，如果我的钢系被这个水系可抵消掉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好像没有啦，所以应该是钢系可以刻到卡布奇奇，我要被他抵消掉了。草电毒啊！哇，我们卡布奇奇只被卡草电毒克哎，这应该是我弥陀本人的最后一场。超级球，我今天带超级球来，真的一直投超级球。不会不会，我们相信超级好球。啊！好了，我们这一次呢，打完七场啊，然后想说不打了，因为里面虽然剩卡布奇奇，但我们至少有缘分已经遭遇他一次了，就算蛮幸运的。那虽然后我们打完五场，然后刚好就有人来排队，然后一场就直接捕获走两只，这真的是运气很好。所以有时候来得好不如来得早，不如来得巧。好，那我们呢再回家看看，我们要到底要送出什么宝可梦给大家。那我们影片做到这边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弥陀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高嘞！站了。